哎呀，刚刚为大家第一首分享的歌曲，那叫雅干，叫做生命啊，特别安排这首歌。那这歌词，这歌呢，是我们昨天才讨，我自己才想出来的。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，我是觉得很自私啊。我觉得俄罗斯非常的自私，对，没有一片，我们老人常常说，没有一阵风是属于诗人的，没有一片阳光是属于诗人的，没有一块土地属于诗人的，土地是要去互相的分享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不要用自私的方式来解决你的自私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首歌，第一首歌《雅干》，接着是《别这样》，不要怎么样，不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。你越来越强大，应该是越来越照顾别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《跟着走》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信仰，那像我有自己的，我有自己的信仰，那跟着我的信仰，为很多的不公不义来去祈祷，为正义来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祈祷，跟着走这首歌。只要你祈祷，只要我们的能量集中在一起，我们的意念集中在一起，绝对是一个很强大、无形的、更大、更的力量。然后我们来祝福乌克兰，好吧？来，带来这首《跟着走》。Ya da i na wa ya na, ya na karumaan. Buka saya taki anu, kemakereng taa. Jangan na awatan, jangan maai jangge, jangan maai jangge, kada you wanna.让我们集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的力量更强大，去祝福别人，好不好？节奏，节奏，节奏部分摇摆。干嘛呀？答应啊，我呀呢？咋那个鲁马安？不卡萨呀，达基安。Kema kerentaa Tuin jangan na awatan Yana maai dange Yana maai dange Karayu ayu
欢乐。阿妈伊那那伊呀哦哦哦哦，阿妈伊那不热了咪那伊伊呀啊那勒，阿妈伊那。Thank you.